那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入经文里面呢。总是菩萨修正境界分四个主要点。第一个，明能观人，也就是观自在菩萨。那我们分别把这三个字观自在分别来了解它。菩萨二字是通明，就是一般我们普遍通用的这个名号，就是发大心的有情众生，这个是叫菩萨。根据发心的菩萨，我们有凡夫位的菩萨，就如同我们还有圣位菩萨，就是正德登地以上的菩萨，叫圣位菩萨，转凡为圣。那现在我们对于观自在菩萨，就是指观世音菩萨。有的经典讲观世音，有的经典讲观自在。那这里面有它的体跟用而来立名不同。观是在讲观照，就是能观之智，就是你有这个作用，你本具这样的觉性，它就可以穿透，它可以看得明白。那所谓的自在，就是讲你这个观照的能力发展出来，可以对于所有一切实相看明白，解脱，没有障碍，这叫自在。那现在我们对于观自在菩萨，就是指观世音菩萨。有的经典讲观世音，有的经典讲观自在。那这个菩萨的名号是怎么来的？我们就他的圣号就是观世音跟观自在，可以不管他是观世音跟观自在，给他分两个方向来了解。第一个叫因中自利，第二个叫果上利他。这个因中自利讲的就是在自己上面如何观自在。这个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都是用般若妙观智这样在修行。这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提的课里面第一个重点，就是在讲你是安住在什么状态之下修行，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修行，你以清净的觉性开始，是出离世间杂染，你安住在清净中这样修行，它本身就是一路到底。你若安于是非相状的事相上，而想要来修你所要达到的某一种次第上的理想，这个是原地踏步。所以在这个观世音或观自在，以因中而讲，是说他能自立，他修行的功夫。这个菩萨，他是用般若妙观智开始修的，而是从耳根一门深入，背尘合觉，思维修习而入三摩地。所以闻声不寻声，这个解释一下啊。同学，什么叫闻声不寻声？因为我们一般人，他落在某一个点，当声音进来的时候，你取声音的相，加上对方的情感，它里面的指令跟要求，它对方输送出来的东西，你收的成分高，而这个语词变成是传达它五蕴的代表语言。凡夫就是落在接收一个讯息的时候，先读五蕴，再抓文字，于是这个文字会引发你的五蕴。所以对方的声音出来的时候，你收到五蕴，你扬起五蕴呼应，所以会吵架。
那观自在菩萨他不是这样做，他是耳根听进声音的时候，他中间有一个出离背尘，也就是他的尘的这个东西，这个尘的东西没有过来，他没有过来，我这假设是一个网，滤网，他这个声音没有过来，所以他是合觉，合你的清净觉性，然后你就了解他表达的东西是什么，他表达的讯息是什么，抽掉是非。于是你在听这个指令的里面，是不是寻声啊？闻声啊，不寻声，听闻到这个声音，这些话不跟着声音的表面里面浮的很明显的那些五蕴而波动，那你就是读到声音背后的实相，而这个实相呢，你不是妄视分别，你不是用主观意识去分别它，而是反闻自性，就是以自他平等的角度，自他平等的角度，用清净的觉性去读。人都是保护自己，而为了自己某一种利益跟理想，发出讯息，要求世界与我配合。人其实全部是围绕在自己的需求在过日子。那菩萨呢，他就是不围绕在自己的需求过日子，他是在因缘环境所有一切里面呢，随顺这个因缘，不僭越，不多取，不需求，所以他会安住这上面。那对于世界他无怨无求，这三三解脱门嘛。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就不被身境所转。那我们在修行里面呢，因中自立，就是在讲观自在菩萨，他是耳根圆通，这个根是没有是非的，声音也没有是非的。如果你能懂滤掉它传过来那个五蕴的口气，对象的指责，那就是你了，要不就是他，一定是这个嘛。你的话就是你不好，他的话就是他很痛苦，一定是这样，中间夹带的一个探索性需求的释放。你可以帮我做这件事吗？它是一个探索的需求，再加上一个要求，如果你不帮我做的话，那我会有条件交换，我就不帮你做那件事。你失了这一块，我就不会满足你另外一块。所以众生的对话，它常常是在利益的配合跟冲突之中去权衡，而内心做一种评估跟择定。这个就是世间人说话的模式。那菩萨不是这样读世间的，菩萨是以整体在配合局部，整体的话它就是指这整个是圆融的，任何你被要求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自他都在一个平衡点上。我们一般来讲会有一个跷跷板的现象，为满足者他是在高位，要满足他人的人在低位。当你做一个要满足的需求，低位的人他会补足你想要满足的部分，然后当偶尔这个低位的人要满足他的需求，他在高位，而低位的人会去辅佐他完成这一块。当如果有两个都一样是平等位置的时候，当我要我不肯给，你要我不屑于给，这个时候就不互动，就不互动，对不对？那如果呢，
内心对于关系法不那么的在意，不那么的在意。我们一般人是被情所绑，所以这是一个有情的世界。你被情所绑，你会为了要维护这份情而勉强自己去呼应。你不是这样过日子吗？是为了这份你想维护的情而勉强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它跟诸法实相其实是不吻合的。所以菩萨在因中自利的时候，他必须反闻自性，所有的一切必须去读到清净的觉性里面。我不是为了把握润饰这份情，为了让它成长来个你浓我浓，不是，它是平等清净慈悲。而这里面如何能够观而觉，所以它不会被情，也就是身呢，声音里面的情所带所转。这样了解意思吗？好，那凡夫呢，依事成妄，也就是凡夫你在听闻任何声音讯息过来的时候，你会根据你的意识判别他带着某种情感，其实你就会用那种情感去对他。有一个人生气了，他说了一句生气的话，你听了之后你就随即生气。有一个人慈悲了，心很软，他说了一句柔软的话，你就因为他而融化。这个叫依事成妄，妄过来跟妄过去，希望的妄，知道意思？所以耳根呢，对这个声音就会起耳识，寻声就一起流转，就一起绕，然后你浓我浓搅在一起，这个就是凡夫。所以在不对等的强烈语词落差之中，会产生很多的波荡。比如他很嗔，你不嗔；他很生气，你怎么不嗔？那如果他很嗔，那看人呢？他很生气，告诉你一件事，你不这个闻声一起起舞，跟他一起支持他的生气，他觉得你真是不是朋友。真的是这样啊，这世间人他要求一种情感的呼应。要当菩萨千万不要呼应这种情感。那有些时候有些语词他带着后面带着很隐在背后的某种要求跟呼唤，你会不由自主的被呼唤进去。这个是在结交友谊的时候最容易看得出来的。如果有一个人，如果你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人走到你面前跟你讲，张同学，开学好几天我细细的观察你，我真欣赏你，你很 man。 你心里就会有作答，你就对他特别的记忆。这个就是被呼唤进去产生的妄想。如果你的情事就是依事成妄，哎，我很 man， 有人喜欢我，是不是动了？是不是动了？这个就被身境所转。但有些时候呢，你会听到真虚伪，我哪有那么 man， 我很娘。你自知它是完全不吻合的，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虚伪巴结我，你是你讨厌他，你也是叫做依事成妄。一个是正面的妄想，一个是负面的妄想，是不是就叫依事成妄？如果菩萨他知道
这是一个凡夫情事所发的语词，里面夹杂的很诡异的东西在。他知道，但不戳破他。如果你会戳破他是虚伪，我不想跟你成朋友，少来，或者说，我听到，这些他都是一个境界，他反应上面的差异。如果菩萨知道众生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依附，就是依他的这个路径，跟他说，谢谢你欣赏我，那开始做朋友。最后你会导正他，因为你不为所动。这个就是观而自在，也不是抗拒，也不是不知道他是虚幻，也不是从众生的友情中否认这个众生非众生。这样知道菩萨的修为，以自利的角度，自利的角度先不踏进去，自利角度是先不踏进去。我知道这是一个情事所说的话，但我保持里面不流转，我寻声而不流转，这个叫真闻，真正的闻声。那如果呢，刚刚讲的，不管你是起了欢喜的或是厌恶的心，这些呢都是寻声流转升起贪嗔之祸，这个叫妄闻。这个是在己对自己的修为而言，观自在。这个自在先把握住了，之后它产生的功用，那就是后起的部分，叫称性起智。称性起智，菩萨他不会抗拒，他也不否认，他也不排斥，内心是明白，而从这里面呢，不起妄事分别，起观照，而观照完自己之后，观照对方。在观照这个上面，那如何在大自在的状态之下，不着空，不住有，这样子就是观自在菩萨的因中自利。这样解释很容易了解，回去练练你的观自在，这很重要啊。人呢，常常是一句话就丢起来，你知不？哪一句最好拨弄？你家里人要刺激你，就会惯常常用那一句。他们太了解你了，所以知道要拨弄一个人呢，你只要细细观察他三五天、三五个月，你就知道哪一句就一插就中。你要真的把那个点堵死，知道？那就是你的罩门，罩住的罩，不是关照的罩。同样一个罩字，差太多了啊！所以在《楞严经》里面，观自在菩萨他自己讲的，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身度缘，不能为爱，就表达他的自在。这是在《楞严经》里面讲的，他是从耳根呢，从耳门圆照三昧，那最后达到观听十方圆明，所以观音明遍十方界，这是观世音。观世音就是观自在啦，那在果上来讲啊，刚刚这个例子啊，菩萨以大悲之故啊，在世间的一切众生遇到困难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这个菩萨智照无疑，一观便知，即使起大悲心，寻声复感，无求不应，所以称为观世音菩萨。这是根据法华经，法华经菩萨的作用而说。所以刚刚前面讲，你必须先因中自利，自己出离生尘里面的杂杂碎碎的东西，自己要懂得过滤啊。你那个清净的觉性啊，你这个清净的觉性就像一个无形的滤网，
自体保护啊。那这上面不会被所有这些给拉着走，你不会成傀儡。觉性就是这样。那任何对你的辱骂、阿谀奉承、好的不好的言辞，你都不迎不惧，如如不动，清净常在。那这个就是自己在因中应该要修持的基础。那如果在果上来谈呢，就是在讲你的作用。你因中自利之后，果上是利他的。这利他就是能观之智，所观之境。这个能观之智，这是在讲自己的这个觉性。那所观的境，你可以穿透明白实相。这个时候，你的因其实早就完成了。它本身能够产生作用，那个就是果，所以因跟果就同时。在修行次第上，我们一定是先因中自利嘛，因中自利完成之后，你果上才能利他。如果以一个完成因中自利的人，同时他不是断灭，他是菩萨种性，他能够随即相应而来利他，这个因跟果就不谈，它同时完成的。那这部经呢，你要把它分段来读也可以，因为凡夫嘛，凡夫出发需要次第嘛。如果你以修行者来讲，你就是把这个因跟果，应该果海啊，把这个因跟果慢慢的，它是当下就叫中道咯，这样子。那这个菩萨呢，世间一切的苦恼众生，只要称念菩萨求救的声音，这个菩萨就了知了。当然这个是谈到这个菩萨的能力已经能够变一切。那这个非我们常人可知啊。谈到这个菩萨这两个字，一定是有上求佛道跟下化众生。要自他兼利才是菩萨的宗旨。菩萨的体性，它不是只有上一块，也不是只有下一块，所以他必定自利的同时，自然会利他。他不是忘不忘记的问题，也不是提息的问题，因为众生跟自己是一样的。当你看到众生的这些情事的东西，如果二乘人他就直接讨厌他，那这是空嘛，这是不需要的，不需要粘附的。那这些我已经完成了自己这个部分，所以这个众生的这块就是暂时摆一边，就是在能够上求达到自己完成的这一块，就算是完成了。但菩萨他不是这样，所以他会自然的从利他的方面，不会住在自己的这个境界里。这个是菩萨修行自利，同时亦必具有利他的功德。这个就是特殊菩萨能成佛的原因。楞严经里面讲到，有我不自观因，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因身，即得解脱。他说啊，这所有当你运作得当，你任何声音声波进来，自然就是无声法忍了。为什么有的大德他都不会怎样，那我们这小德或无德一怎么样就怎么样对不对？一句好的或不好的，他就好又不好。你在玩弄世界，我们自己在玩弄别人，又被别人玩弄。那这些大德如如不动，对不对？那像我们也看过啊，那历史上有一些记载啊，那这些所谓凡夫嘛，对于大德的一些污蔑啊，或是对于自己
师长的一些不尊重的行径啊，那这些呢，菩萨都是用慈悲来看待众生，而他自己也不会受伤。那我们一般来讲，受伤的情境之下就有两种表态，消化得掉，那么境界就更上一层了；消化不掉，那就枝枝节节产生了，对不对？所以当你要开始修行的时候，不管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不管在你身边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境的事件，你用无为的心去看吧。你要知道，众生在生住意灭当中，而你常住，你知道它是会过的，你知道它是一时情绪反应，但是你不会因为它的情绪反应而有了断灭或离弃或是阿谀奉承，这上面都不是一个正确的修行态度。那这两这个讲到观世音跟观自在啊，在法华经里面有讲菩萨利他的大用，他有讲到菩萨呢，他的智上求佛道，同时一定要下化众生，因为佛是度化所有一切的众生。如果你要学佛的话，不是只学佛的一小块，而是要完整才叫学佛，要不然你只是拣择你要的那一个样子。我们可能想要是佛的精神内涵，那是法身的部分，而并不想要如佛那般的辛苦，三大阿僧祇劫都还在。这可能自己对于世界跟时间的观念存在的某种假想的样子，破不了世界跟时间观，你都是在三界绕的。时间有过限位吗？它就有你理想的时段完成某一种状态，它有时间的压力。在空间上你有来去的问题，所以这上面呢，对于度化众生这一块跟上求佛道这两个主题，有的人把它看成是两个。所以同学，你现在在做哪一块？我不怕北是吗？你可能上求迷茫的时间23小时，清醒的1小时，这上面使不上力啊。所以一点点的清明，可能在一波的思想跟一个欲望的闪烁的呼喊之下，你就逐进而去。所以像这个东西，就是你怎么过日子，修行如果你不在清净的觉性上去运作你的生命，那么你可能真的不完美。这个话实在太直接了，可是真的是这样。你生命的态度要对。有的人认为我要上求佛智，下化众生这一块，老爱鳌拜，老爱鳌拜，没有关系，你老爱鳌拜嘛是有鳌拜啦，你还是终究会完成它。但是你有时间观，你既有时间观，你就一定会压迫感，你一定有苦受，你一定会把东西都留到明天，那是一个习惯。你一定会有这样的趋势，哎呦，卖供了，明仔再供好不？你要吃饭，干咪讲，今仔卖吃，明仔再吃好不？你是选择性的，人是每天都在选择对我自己帮助自己快乐的因素在选择，
没有一个人选择让自己痛苦，对不对？是不是？你如果把你生命负责的态度对调一下，我看你成就会比较快。并不是要去选择痛苦，而是你选择你在做智慧的抉择，择法分呢、啊，就是理跟事这个圆满上面不要落差那么大，不要落差那么大。讲了几回书，听了几回书，自己在做过几回书，世尊怎么展现呢、啊？我们应该学这个了。我们应该学这个。你要给予教导，你要给予他尊师重道，你要给予他行仪，你要给予他清净的法概念。当然，大悲的这件事情，他不能够烂悲。有悲而无智，增长无明啊。那我们再讲呢，观自在，刚刚讲观世音呢，现在如果用另外一个名号叫观自在，这个圣号特别在这个心经本经里面是依菩萨的修正功夫而建立起来的。因为这个菩萨啦，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用的是甚深的般若圣慧，照见五蕴身心空寂，度脱一切苦厄，得大解脱。所以以自己的角度是这样而得自在。那菩萨最主要一定有妙用，如果菩萨只有正德体性而无妙用，那就不叫菩萨，这跟他名号是不合的。心经是菩萨的经，因为他一开头就讲观自在菩萨，所以他一定有妙用。那这个妙用的智慧就是基础于照见五蕴皆空而来的。如果你没有照见五蕴皆空，就如同我们凡夫每天在虚幻的世间，在虚幻的一切里面，有着不切实际而颠倒之行住坐卧。那这个菩萨，因为他能了达五蕴虚妄不实，所以不生执着，不会被这个五蕴所捆绑束缚，也不会被别人的五蕴所转，所以会自在解脱。同学，你在看到别人五蕴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你的态度。今天你爱的人的五蕴的发展，你一定很在意。而在这里面，有太多的情境的发生，跟琐琐碎碎、细细，就是很细目的东西在里面发生。如果你有勇气，第二轮我们要讲他自他处理嘛。如果你有勇气，你有勇气在这上面隔离众生的五蕴的这一块，你还没有功夫帮他去除，没有这个能力啦。但你要隔离自己，用五蕴，用五蕴的习性，就是有情绪的这种习性，在跟世界对话，这点是你自己应该下功夫的。如果你让自己的这些不断的在这里面任运泼洒，修行起来就会颠来倒去。有时候可以安住清净当中，有时候又轮回，自己都不适应。那讲到这个菩萨跟阎浮提的众生是非常非常的有缘，因为他随类现身寻声救苦，他历劫度生的悲怨，所以他除了观自在以外，又观世音，两个 合起来啦，来度化众生。所以菩萨悲心救苦，利益生，就是利益众生，
能够深入人心。那这个菩萨呢，他因为有大智慧，所以对于事跟理上面都通达无碍，就理事圆融，达到自在。因为有智慧，而且有大悲，才可能随类现身，寻声救苦。如果有智慧而无慈悲，那么这个智慧跟众生没有关系，那是一个自受用的状态。如果你有智慧亦能利他，那这才能够完整你生命所有缘起的因缘。那讲到这个观自在，观这个观呢，都知道有空观、假观跟中观嘛。以次第上来讲，凡夫的修行一定是空、假之后才能入中道，这是凡夫。所以在凡夫来讲啊，因为执着性，这个执着的习气啊，我执习气，那看到一切诸法就会自然起自我解释，那在这上面粘附上去自我的想法，主观意识解读它。所以我们要先空观，也就是这部经叫我们证得空性。那般若智其实它就是毕竟空的智慧，般若就是毕竟空的智慧。所以既然与空有关，我们要先观察一切的外境都是缘起，这个缘起它一定是性空，所以这个缘起的时候你要看到它当体一定会落泄的，它一定会空的。所以你看到这些外境，只要你眼耳鼻舌身意能对出来的都是叫境。当这些境存在而你以为它是实，这个上面就是你没有完成空观。因为这一切呢，它是幻有，也就是它在中间结构出来的一种相状，它不是永恒存在。所以你要知道它最后会落泄，它回到空。你一直做这样子的观察跟了解，最后你就不会再起那个主观意识现前的我见。那这个是要练习的，就是空的正见、空观。在你在练习空观的时候，自然它会有慢半拍的行为，你在反应上面它会有一个台语讲顿呆啊，这是有一个稍缓的这种稍缓的情形，这些并不恐怖。意思是说你不会习性的照过去的习性就直接现前，主观意识跟那个反应现前。那这个以空观来讲，我们刚刚讲到观察外境，因为人是活在现象中嘛，你跟世界一定是有交流的，所以当你观察眼耳鼻舌身意对出来，就是这些外境的这些东西，都要知道缘起是性空，所以它现在的有不是永远的样子啊，它是幻有。当它是幻有，你知道它最后终将会变异，你就不会那么想要把握它，也不会讨厌它，也不会因为它而贪嗔。不因为它而贪嗔，基本上就是维持一种不吃的状态嘛。那第二个观察是自己的四大。我们刚讲外境你能够空观嘛，那对于自己的四大呢，地水火风，那又要有一个很健康的看法，那就是这个四大假和地水火风终归会坏灭的嘛，这点你同意吗？
同意，但是还是不肯放啊。理论上同意，心理建设也愿意，但碰到的时候就不自主的保护他。这个上面也是要练习，因为我们会相信我地水火风，只要有一个地坏了就坏了，水坏了，水干了就死了，没有温度就完了，它有一个极限嘛，不循环还是死了，憋死啊。所以人对于这个四大要认真的去了解，它不是一个实我。所以一个对于四大非常迷恋的人，他就是会在这所有的感受上面，身体的觉受上起了很多的解读，最后的抉择都是我要，我要，我要保证我的存在，这样修行不会成就。因为那个设定存在一定会让你对于苦乐环境里面的点点滴滴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无非就是护四大这个体，对不对？那我们刚讲观呢，空观嘛，所以第一个外境，第二个自己的四大要了解，它本来就是假合的。第三个要空观，观察什么？观自己的六识妄心，要知道你过去到现在都是眼耳鼻舌身意，对于色声香味触法产生了一个法嘛，哈、哦，这个六识其实一直在滚动，然后这里面没有一个解释是恒常一样的。你可能对于甜，这是甜的认知，它在第一啦，啊，这个解释是恒常一致，第一没变假没。但是你对于甜的喜好跟甜的感受却也无常，啊，这个甜，哦哟，这歹食，伤甜啊啦，啊，这个甜啊，多多好，搁淡薄啊酸，反正这种东西呢，不管你的味觉，不管你的嗅觉、听觉，所有的一切，你这个六识一直在虚妄中晃动。你要知道，你这个虚妄的晃动，这个都是根尘结构起来的，它本来就无自性哎，它这是因缘和合啊。只要是因缘和合的东西，它本来就是无自性。如果你从这三个角度去观，那修行一定会有大突破，能够证得这个空的正见，这空的体会，外境的空，自身的空，还有心念里面浮动的这些东西，六识妄心也能够寂然下来。这是在讲空观，因为观自在嘛，第一个就碰到观嘛，无非就是 这些东西在你的生命现场里面运作嘛。那第二个叫做假观，这个假观呢，就是了解啊，所有一切虽然它是因缘和合，一切的境我都了解它是空的意涵，但是呢，理事圆融，这个因缘和合起了诸法，既然你是有心色二法，就是有身心的现象，你是心色二法，
应该是应物随缘，对于一切的物、一切的境界上不起执着，而清净安住，所以不废，不会废弃的哈，不废这个因缘法。那内心呢，对于这所有的一切也不抗拒，你才能够从空出假，要不然就进入了所谓二尘的断灭，偏空的这个顽劣的空。这个假观呢，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观察自己恶饥渴。如果一个修空观的人，一定会对于自己的四大有某一种深度的观察。那刚刚讲啊，外境还有四大假合，当你对于四大假合了解这一切空，你不必去喂养它。我们讲长养法身慧命，是不是佛法都在讲这个？他有跟你讲长养色身圆润有吗？好像没有咧。是不是讲长养法身慧命？成佛是不是正法身？他有跟你讲成佛一定要几公斤几 kilo， 捡起来加减乘除110，没有啊。要长养的是法身慧命，要圆满的是上求下化，这个主题就要浮现。这个如果不浮现，你不可能完成假观，因为你会想要入无余涅槃，你会觉得活着它是不具任何的意义的。就像常常墨学就会讲我的残余价值，对不对？我的残余价值是什么？就是这样啊，能够自己有某一些的修行努力而能够跟大家共享，可是不产生压力。如果你是以没有修空观直接说菩萨就是要诸逼躲众生，你已经躲个跳跳都，因为众生是不是你所说以为的这样可以度起来。你没有空观的人，你会在菩提道上俯仆，不一定能前进呢。用白白白行呢，知道？所以基础上，他一定要先证得这个清净的出离呀，空的智慧。那假观这个东西要同时存在，否则会入断灭种性。那这个假观是用波蕊智在观察的。是用波蕊智，而不是以现象学来观察的。如果你说假观，我应物随缘，你住在现象中，那么你这个假，你这个假观是不能完成的。因为要用波蕊智，它是毕竟空的道理，也就是在现象当中看到理，那一切境，你知道它的体达空意。而不废缘起诸法，才会随即这样去圆满它，才能够应物随缘。这个假观呢，没有发菩提心是办不到的。所以为什么讲啊，二乘回小向大，就是在讲这个点。当你证得一切智空的智慧的时候，没有起菩提心，没有看到上求下化，众生与我是一样的，你会有一个不知道、看不清楚自己盲点的，想要完成理想中的涅槃。而这个涅槃的概念其实不是正德，而是
偏差的以为。那这个是在上一次讲到涅槃的概念，这里不再重述。那接下来讲到三观的第三，叫中观。这个中观呢，也是要用般若智来观察，不是站在事，也不是站在理。如果你站在事跟站在理，它是次第修法，这个次第三观不是证入中道。所谓的中道，证入中道就是中观，是用般若智观一切法，皆是中道。当下彻证性相不二，色空不异，不取也不废，圆融无碍，这样叫中观。总说空观知诸法无性，假观答诸法如幻，中观了诸法非有非无，不是。